你叫你当发言人。对，对啊，我们就讲必要的话就好了。对啊，跟你讲话就是要一直问你耶，哎，哦，他一直追着你这样跑，哎，欸，所以你会觉得这样很累哦。你是在告诉我说可以 end 的是想你了，快来 update 一下近况。哎，那个行业到底在做什么？哇，他不是那个，好想听他的故事哦。哇塞，你们当我是万应工啊？那找个舒适的地方聊聊吧。本节目感谢纸风车文教基金会，永续行动即刻做起。空中小客厅邀你话家常，各位听众朋友早安午安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小客厅，我是主持人张洛瑶。在我们录音的今天刚好是中秋连假，你今年吃月饼了吗？哦，吃了吃了吃了，对，嗯。然后现场这位嘉宾呢，他从2020年的农历春节至今哦，站在第一线抗疫已经一年半，快21个月了哦。对，如果欸，你有算这么清楚？有。然后但从 COVID-19 之前往回推，2014年的伊波拉，然后2012年的 MERS， 还有2009年的 H1N1 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他擅长的是大数据分析、监测疫情跟疫苗效益评估。然后他现在是疾管署的副署长，也是疫情指挥中心的发言人。我们欢迎庄仁祥副署长。主任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谢谢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不要紧张，我们来聊点。好，你是防疫五月天的成员之一，我有看到你们的宣导影片。是，那大家都怎么称呼你？就是外面的都喜欢叫翔翔，那我觉得还蛮亲切的啦。翔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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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但是同事或是好朋友呢？如果是长官或是同事都会叫庄副啦，嗯，对，嗯，那同学的话，其实我们大学同学叫庄骚，啊，因为那是以前庄骚，对，哪个骚？因为我姓庄啊，然后庄子离骚，嗯，对，哦，那是为了去背书啦，不是什么一庄二骚三马屎之类的。那我们就叫你庄骚咯。好，庄。现在面对 COVID-19 已经一年多了嘛，对不对？啊，今天是我们的初次见面，所以我们就是放轻松的聊天，不要一下就把我据点哦。经过21个月，我听说以往你们发言人的位置是大概3个月还是半年轮一次？是这样，他以前最早以前是3个月，嗯，主要是那时候是有3个副局长哦，在还没改制以前，哦，所以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嗯，因为我们传染病还有有季节性，所以你若3个月的话，一年是不是有4季？对，那你这样是3个去轮，就不会轮到同一个，就不会，就大家可以分担，平均分担嘛。对对对对，不是平均分担，就是它不会轮到同一个季节哦，因为一年有4季嘛，嗯，那3个人去轮，嗯，所以第一个是春天，再下一个是冬天，嗯。对，所以就是等于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就可以不要，就是说，比如说刚刚好每次夏天倒，就是谁就是对对对好发什么，就是轮到那个。但是你这是中签王，对不对？就没有没有，还有因为我们现在后来改制之后变成2个副署长，嗯，那2个副长就变成4个月，4个月轮一次。对，你像你看，一年有可能轮8个月或轮4个月这样子。嗯哼。Hey， 所以你这可是现在已经21个月了，对对对对，所以就是 hey， 真是轮值超过一年半了，应该这样讲。天天面对媒体琳琅满目的问题轰炸，几乎没有空白期哈。我们说钢铁人也要进场维修，这段时间你还好吗？有没有觉得自己快要炸开了？当然，就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也不知道要多久了，所以还可以，但是。等过了一年之后当然会有一点对，所以才会有为什么告诉你这个鬼打墙的事件嘛。对，鬼打墙，对，就是哎，我之前有发生一个鬼打墙事件，我没有在注意新闻。对对对 对， 对，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哎，那是几月的时候？应该是 A 力开始打的时候吧。 A 力，就是今年啊。对，今年就在3、4月的时候。所以那段时间是情绪压力很大，还是觉得没有啦，应该但是说在那个时候会觉得，哎，为什么记者会问这个问题？嗯，对，所以就很反射的就是因为你已经就是哎，因为照这样讲，你不是平常都会攻防嘛，就是都会先忍住，啊啊啊啊啊，然后不要讲那个事，但是你那个时候是已经。
在记者会上就意识那个你是不是你有做过校刊社，是你吗？你有？不是，我没有，你没有所以所以你没有。那这样子我可以让你练习一下，那我们角色互换，你现在当记者，你来访问我。我没有受过训练，我要怎么访问你？其实记者要问问题要引起你们反应也很不容易。没有，我都会把它就故意讲的很不是那么会吸引人注意啦，就是讲的会很平凡无味这样子。所以你要讲的平凡无味也是训练过的啊，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讲的平凡无味啊，对不对？但那次就讲的比较过火一点，对。从那次之后，大家有没有看到你就那个退避三舍？哦，没有了，还好。会吗？不会。你刚刚讲到就是你这一年多，休假休了多少？可能没有超过一个礼拜吧，没有超过一个礼拜。对对对对，那累积的年假跟那个累积的假期可以那个就是我们会折现。那如果这疫情一直下去，讲你们没有一个让你们可以休息的一个调整的机制。这个部分其实、也不是说我只有我啦，事实上我们另外一个部署长罗富，他虽然没有轮值发言人，也是一样，也是我们也是一起在前线奋斗哈，所以并不是他没有亏欠我，应该这么说，对，我们两个其实事实上互相帮忙，嘿，对，那这样子就是一离开就是一般正常的生活这段时间，就是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比如说心情总是会累啊，或是说我想休息了，然后我不想再看到这些了，那怎么调试？没有，其实就回家跟家人聊聊天，其实还有一起看看电视。你回到家几点了啊？10点11点，对，还可以看电视，大家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啊，对啊。早上几点要起来？早上大概6点多起床。六点多，哇！对啊，对啊，对啊。那你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你还睡在机关署，是不是？哦，没有，只有一天而已啦，只有那一次，只有那一次就是武汉包机回来。对，因为一切都以前没有碰过，所以我还想说那天部长跟署长都去了现场，那。总是要跟着去一下，我没有没有，我就在这个署里面要有人 stand by 了所以我那天想就好，那就在署里面，所以就睡在沙发上面，对，那刚好那天在6点多，那个就陆续说，8点半还8点就要开记者会，所以就必须要在很早的时候就把那个新闻稿写出来，所以那次是留队了，对，就那一次。新闻稿都是你在写？也没有，因为那么早，你总是还是要哇，所以其实你们要当这个位置也都要会写新闻稿啊。也没有了，总是可以写个片段出来，然后叫人家帮忙把它再润一下，对对对对。所以你们的工作其实不只是注意疫情嘛，然后还也要周遭的事情都要管嘛。然后你刚刚讲的那个事情，听说那个你在记者会现场是杀气重啊，以前的话，如果还没有疫情之前的话，你跟记者朋友们会吃吃喝喝吗？就是会啊，还是会吗？我们还会去，还记得应该有去唱过 KTV 吧？真的对啊，所以应该也是很平易近人啊。对对对，但是这个疫情之后，事实上我就比较少下去了啦。对，通常就是有事情他们才会打电话给我，就是也都不太笑。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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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啦。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发言的部分，我连脸书都很少 po 了。对，所以其实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活整个被改变了？对对对对，这当然是有，我发现了。你刚刚说你比较据点王的，要跟我讲，这个时候通常大部分人讲，对啊，我觉得我以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现在那个，对对对对对，讲一讲你自己觉得改变比较大的部分。主要在以前，事实上，有我以前事实上，因为有个大学同学啊，他在2015年左右，他就搬到我家附近，所以他就常常带我去爬山啊，骑脚踏车、打球这样子。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你会跟他一起，对 对，会跟他在一起。那现在嘞？现在没有办法、甚至我曾经做过最 crazy 的事情是2015年6月有去有一个叫什么南洋新部落，那个93公里骑脚踏车，骑几天啊？
就一天啊，一天93公里，一天93公里啊。你腿还有铁腿吗？我那时候还80几公斤。对，你现在几公斤？现在不到80啦，不到80。所以跟最胖跟最瘦差了多少？差15公，差开始15到20公斤以上。嗯，那没关系，那还比我那个生一胎胖的少。哦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次是跟苹果日报的记者一起去的。你说93公里哦？对，93公里，因为我那个同学不敢跟我去，他怕我就是骑到一半就倒在地上，他还要帮我心肺复苏，所以他不愿意不跟我去，所以我后来是拜托一个苹果日报的记者带我去的。对，所以你是跟着人家去玩的？也没有，真的骑完93公里啊，就只有那一次。后来还有就是，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就。所以其实你运动也是一时的，就是感觉到了，可能没有特定的。对啊，但是那在我是说，在几年，在过去，事实上我有定期在运动啊，像我桌球是一个礼拜会去打两次，就是没有疫情的时候，没有疫情的时候是，那就是运动嘛，就是强身。嗯，啊，现在桌球球拍还可以拿得准吗？哦，那没有问题啦，只是说很久没有去玩了。对，嗯，去年八月是最后一次。去年八月，对对对。哎、欸，可是我们疫情是在年底之后啊。你说去年？哦，去年2020是吗？2020还有啦，还有就是我们台湾是比较到今年才有感觉到那个很糟糕的状况。对，但是就是说去年其实有一段时间，八月是最后一次啊，但是去年其实 也打了不多。对，那这样有觉得身体上面？对，就变胖啦。对啊，又再变胖了。对，你有狂喝冰淇淋吗？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个是在实习的阶段。哦，因为那个还有毕业要服兵役的问题。对，所以那个时候才会心情比较压力大。也没有，我那是每天实习，就我们那时候在台中总统实习，嗯，所以都会骑摩托车去那个东海别墅。嗯，那边就在东海大学旁边。那都你都知道那个冰淇淋是什么？就是疯人冰啊。疯人冰，一中的疯，台中一中旁边有一家叫疯，疯是疯人的疯，人是仁爱的人。我没有吃过，长什么样？它是这样，它就是大红豆，然后还有酸梅的冰沙，再加上两球的冰淇淋。哎、欸，好像有听过。对，可是这样子，你是吃到多少才会胖到十几公斤？每天吃啊，每天吃一份，每天吃一份啊。那个你看，就又有冰淇淋，又有淀粉类，然后又有糖。对，所以很容易就变胖。这样子是多久？多久让你感觉到我裤子穿不下？一年半的时间啦，就可以到92公斤。哇塞！可是你那个时候新陈代谢比较旺盛呢。是是是是是，所以后来就一直维持比较胖。对，所以我一直到去年二月，事实上是我人生最瘦的时候，我瘦到72公斤。就是一直持续的运动这么多年下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有饮食上的一个减重啦。所以你吃东西特别挑？也没有没有，其实就注意那个淀粉类了。但是后来疫情发生了之后，就谁管你那么多了？对，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就有便当来就吃了，有疫苗来就打，有便当来就吃。哎、欸，我们也是很那个踊跃，我们有什么就打什么。对对对对 对。我在讲到这很好笑，我在坐有时候那个坐小计程车，然后司机有一个以前司机都问我说：“哎、欸、呀、啊，你投谁嘛？”计程车司机的会跟你聊天，他就说：“你打哪一支疫苗？”哦，他说：“哦，我们高端要出来了，打高端好。”这样讲，我说：“可是我已经打了 AD。”哦，太早打没有，不就是我说，连计程车司机，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我们平常可能看到电视上在炒的这些东西，其实可能会是那些司机啊、司机北那个大哥他们讨论聊天的一个话题啦。这个就是其实是最，我觉得是蛮准的民调。哦，对了对了，我记得那个在前一段时间五月份的时候啊。三级警戒，我那个时候五月中嘛，我五月中收到一通推播，然后我就被之前了嘛，然后隔天很准的，就这么的碰巧三级警戒。哦，我还想说，哦，我可以在家休息几天，不要看到小孩子，不要就是做家事什么，然后三级警戒，然后大家都不能哪里都不能出去嘛。然后我就记得我那几天做噩梦，就梦见就是我醒来，然后哎、欸，怎么没有看到人？就是家里没人。社区没人，然后运动公园里面已经全部都没有人，然后就觉得我呼吸不过来，然后我就醒了。我觉得那个是压力症候群。那在这一段期间，
你们要经历这么多的反反复复的一些那个，你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状况？因为你的规律的生活可能被改变，也有很多突发的事情嘛。嗯，没有哎、欸，其实因为你每天光这些事情然后你要可能每天都有一些不同的状况发生，那你都必须要去处理。那有任何事情都还要再问同仁要怎么回应。那还有要把如何再把这些讯息再传达给长官，但是事实上每天真的都只有就注意媒体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要如何回应，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对，我们这样讲好，就是有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胆战心惊，或者说会一直很有一些比如说像刚刚那样子的反应，比如说头痛啊，我觉得我浑身就是很不舒服，或是我觉得又很想要吃东西，这样类似像你有没有觉得你感觉到自己这段期间哪一些有没有一些压力反应呢？真的是没有，我是坦白的说了，唯一一次就是打完 A 力之后，有个同学找我去爬山，打完 A 力你要去爬山，第二天爬山，当天晚上就好像被车子撞到。你自己打完 A 力还跑去爬山？他就一直要我去爬山，我推不掉。对，所以我后来爬不上那个，爬那个阳明山，不是太难的山，但我爬不上去，因为阳明山呢，对啊，就爬那个叫什么什么东峰啊。你们是你是说不是像七星山？七星不是走步道那样，是还要有？没有啦，都是步道，因为那天分不清楚是打疫苗的关系，还是真的体力不行啦，嘿，我觉得都有关系。对，而且我回来要马上去主持记者会。哦，那你这样不怕你在记者会的会场上面就是整个人就是走中调？有那天听说我脸很臭。你还讲那个，因为大家都说你那个在现场有一种生人勿近的一个有一个这样子的，他们看到你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就你走过去的时候一片鸦雀无声，会这样子吗？没有了，就是说可能在疫情期间就是一些保护自己的反应吧，可能这样是这样子。对，你平常是这样子的，就你跟我听说你跟同学一起吃饭的时候都还是会开开玩笑的啊。对啊，是啊，不过目前还是只有固定的几个同学啦，会一起找太太，然后我们大概几个人一起吃饭聊天啦。所以其实你就是一个很应该是讲你情绪波动不太大，然后你也不太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你还能蛮能淡定的面对很多的反应这样子。目前这其实对外界是这样子啊，但是有时候我也还在学习啊。当然有时候跟同事上之间如果有时候没有办法获得满意的答案，但有时候情绪也会激动。那你一激动会怎么样？但是也还好啦，我觉得我一直都在学习，就是我发现我失常了，下次总会希望再改回来。对，可是我觉得你还蛮压抑的，就是你感觉很想的，可是你如果同事跟你相处久了会你怎么样是你生气的表情或反应，就是大家会知道你不高兴了，不讲话，没表情，没有，就句点啦，就转身就走啦，转身就走，对啊，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反应啦，所以你就不讲话了。对啊，就他可能就知道我就不高兴了。对，哇塞，你好凶哦。那这一年持续的这个仗这么久，就是你再继续撑下去的话，你会觉得你还 OK 吗？就是还可以吗？目前其实应该是说长官跟同仁其实他们都帮助很大啦，那也完全真的不是我们的功劳啦。那其实我们同仁还有一堆人晚上也都是一样，都工作到都要九点十点才回去的。所以你们是血汗不回，非常血汗。对，如果大家送爱心美食到，因为很多就这段期间有很多加油美食打气美食，对不对？送去的话你会吃吗？我都吃了耶，几乎都吃完。嘿，对，很多事实上我们感谢有些餐厅刚好在三级的时候每天都送我们 吃那个不错很好的便当，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因为也没有人可以去买吧，对不对？
也不能这么说了，但是他们都准、嗯、就饭高级的饭店都准备这个便当，所以有那个就是让你觉得刺痛的，也有暖心的嘛，对不对？是啊、嗯、所以在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很谢谢，就是实际上也是国人，部长也说那个我们国人的素质高嘛，这当然也是一个、嗯、就是大家其实说戴口罩大家都就会去戴口罩、欸、其实你讲这个真的是三级警戒之前我还看到有人在路上或是甚至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公开场合干嘛什么的、嗯、不愿意戴嘛，但是三级警戒那个时候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看到有比如说阿伯伯啊或是什么在骑脚踏车在公园里面他可能不愿意戴，然后那个我们的那个公园警卫会去讲，可是到现在为止就是那个段时间到现在为止我去公园我又看到每一个人都是戴口罩的，是就算那个嘉玲还是干嘛，然后有时候大家可能忍不住停下来喘口气干嘛，可是大家还是口罩戴紧紧的、嗯、哼，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快要变成我们的一个日常了，是因为有时候有一件事情啊，比如在车子里面、嗯、哼，到底 你一个人可不可以戴口罩或不戴口罩，嗯，像连我们我自己因为那时候那个有人访问我，我自己也开车嘛，我是觉得一个人在车里为什么要戴口罩、嗯、对，所以后来有媒体问我，我也是这么回答，嗯，好，那这个指挥中心当然 也对这点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嗯、但是我后来有听到我们有另外一个组的组长，他就说我就是每天开车我就是戴口罩啊，对啊，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对，就是变成一种习惯，对对对对对、嗯、我们其实这样讲起来讲到这样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就是大家还是像嗯，就是很正常的这样呼吸新鲜的空气啦，然后不用这么担惊受怕，这个有点困难，变成说我们因为目前这个、疫情啊，它出现那个 Delta 的一个病毒株、嗯、导致说现在其实我们即使打了两剂的疫苗，甚至最厉害的 BNT 跟莫德纳疫苗，嗯，都有时候都还是挡不住哈，所以、嗯、有关这一块，尤其是现在英国啦、嗯、以色列啦，我有看到什么第三季，然后又看到又第几波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目前其实疫情比我们严重非常的多，但是他们、嗯、对，但是人在台湾，嗯，我们就说如果我们有个、嗯、上次我们最多是700例一天，嗯嗯，就已经被大家已经受不了，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事实上。这个情形如果说美国英国这种情形发生在台湾、嗯、这应该没有民众可以受得了，对，我觉得应该主要是台湾的地理环境跟区域性啦，还有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习性，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说、啊、我一天五六百例七百例这样子我们怎么办，然后有一段时间大家会惊恐说、嗯、你敢不敢出门，甚至连买吃的都不敢出去了嘛，嗯哼，可是我那时候还是每天都维持，就是我们家对面有个河滨公园，我还是每天就是出去跑个几圈，因为我觉得我戴口罩跑哦，然后戴口罩跑，对，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今天不这样子，那我就会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面，我觉得我就会害怕到不敢出去面对，那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戴了口罩，我身上还带酒精，然后 我什么东西不去乱摸，我连那个电梯的那个我都不是用自己的手去按，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嗯、那还有什么事情，那我就觉得这个就与我们可以努力的范围里面是无关的嘛，对，但是你不可以让自己一个人就是一直害怕一直害怕，而且照你这样讲，你看现在已经一年多两年了，再加上你刚刚讲的打了两剂了还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其实我觉得要鼓励大家勇敢的去接受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这样，然后跟病毒共处，而不是一天到晚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我觉得就会应该就是会造成其实更多的一个我觉得负面层次的影响，还有就是既然都要这样子了，那我们要想办法去，因为经济这样或什么这样，我们要想办法去在这个状况底下让我们能够再有生机赚钱嘛， 对， 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应该是在最短的状况之下就是针对这个陆续运来的疫苗，就希望能够很快速的把它打在民众的身上了、嗯。那不管现在还没打第一剂的赶快打第一剂、嗯、那已经打完第一剂的赶快打第二剂，我们当我们年底的时候如果这个疫苗的覆盖率第二剂完准可以提高到比如说60%以上或70%以上，那这当然对我们未来要怎么去做后续的开放啦、啊、或是说一些如何跟病毒共存，那才比较有一个基础啦，对，嗯，但现在这个时间点这个空窗期还是像你像走出去看到很多店
都关起来了。其实 我在那个2020年那个时候，那个病毒一进来之后，我看到很多国家开始慢慢锁起来的时候，这个题外话，我就只是想说，我就在想说，嘿，我觉得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有个感觉，就觉得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赶快，就是我当然知道那个很难一下改变，可是我觉得那个制造业跟我那时候很想找人写关于这一块的分析，但找不到，就是我会觉得说，那没有口罩，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就来开始研发那种可以不要这么闷的口罩，或是可以就是既然大家就很怕那个就是有眼镜，你知道我有段时间刚开始七月份的时候，那还在三级警戒，我就开始上班了，那我就戴着个面罩，然后戴着口罩，然后在想说我要不要穿雨衣去做街就因为我家两个小朋友嘛，我就想说，然后我先生就讲说你是有毛病啊，然后我就说可是你看我要坐公车又要坐捷运，我这样子遇到那么多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他的情况是未来几年这样，为什么干脆不就是我们就面对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保养品哈，你看我现在戴口罩，我一天到一直长痘痘，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就去研发这种相应的东西，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更舒适嘛？那可能是因为我不懂生化的东西，所以我不能这样做，对啊，就是所以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不过目前的做法是这样，就是尽量把病毒堵在境外啦，那国内的部分就希望能够更开放，好，就是虽然目前还在二级警戒，但是以最近几天，事实上目前出现几乎都是旧的个案，我觉得我们会在二级警戒之下，那尽量往各行各业开放的一个前提来努力啦，应该只能往这方向说，对，但我还是觉得就是有如果有那种可以就是戴口罩也能够透气的那种，需要有人研发，对，对于女性广大的女性同胞，有一种是透明的啦，透明的口罩，我不需要透明口罩，就是戴个口罩不要闷的皮肤很不舒服就对了，或者是说干脆就给我们一个那个什么头面罩吗？面罩就整个抛起来嘛，我吃东西还是我喝水，我不又是这样子弄，又是那个，我是觉得。一个疫情其实让大家去我们去看到人性，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其实很多我们忽略掉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对于病毒，我们人类其实很渺小，我们应该要对于环境大自然这些东西要有一些要保持着一个敬畏的心情嘛。对，我觉得这一堂课可以学的东西很多，然后包括我们以前在说数位转型，我们现在不得不数位转型，对，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不要只是看它的负面的话，它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去积极往前去走的，我是比较乐观个性的人，没错啊，就你以前无法想象说小孩子在家里面还可以远距教学还可以远距学习，你看这都经历了，那不是他学习是我学习他做那个什么作业，然后那个妈妈做课语作业，我说可是没有妈妈没有学过课语怎么办，我都在想说这是谁要学，我们也要学习，你也要学习、okay、对，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因为听说美国德国已经就是这样的状况很久了嘛，那他们也找到一个生存道，我是想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可能这一两年还没有找到马上可以应对的方式，因为所以很多在这个年纪的学龄小朋友，比如十几二十岁念大学的，对，或是大学刚出社会的，我觉得这两个族群可能比较惨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可能错失了很多人才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东西呢可能就变成我觉得需要，这个是需要比较大的力量可以才去改变的，那其他的部分我就觉得那我们就应该思考我们以前运用的模式，甚至刚刚庄骚先生讲的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再回到以前，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难，因为人的习惯上跟人的恐惧上面，然后是再加上其实可能还会有很多余烬未了那种，所以我会很期望这个社会有一个很新的创新力去改变我们的一些模式，然后让我们能够就是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就不怕，门都可以不用锁对，所以那个我们打疫苗大概就是一个希望能够赶快回到我们以前的一个原动力啦，嘿，对，你大学的时候是念那个临床医学嘛，对不对？临床医学是每个医学院都是念临床的，对，所以临床医学不一定要去做临床，对，不一定，对，主要是这样子啦，因为我们
我那时候念阳明大学，我那是公费的，嗯哼哼，所以毕业之后要服务六年，我们的所有的同学都是要服务六年，那时候都是公费，就是阳明大学前几届了，嗯，那所以我们变成说我们 学长学姐就是有一半就是要去退补会的系统，就是荣总系统，哦啊，另外一半到那个卫生署，就是现在的部立医院，卫福部的部立医院，哦哦，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多阳明的校友很多都在荣总啦跟部立医院这边，嗯欸，像我两个同学现在都是部立医院的院长，嗯，对，哦，那另外像我的话，因为我是另外一条路，我是留校当助教。哦，你比较有兴趣的是教学这一块吗？没有，就是应该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我要留校走工位。好，所以我那时候就走。为什么你会想留校走工位，不会去现场，不想去医疗现场？其实我后来临床科目都考的分数都比我以前好，对。但是主要是因为我先前在大学的时候有参加那个立青社了，嗯，那个社团其实我前面的几个学长有两个立青社的社长后来都走了留校当助教，嗯，所以想说这个有伴，对，有伴，你是因为 role model 有那个 role model， 你是因为不想自己做决定有利可循，还是想要找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也没有，其实主要是那个时候因为在我们那个时候有助，就是因为阳明大学他没有自己的教学医院，然后又是一个新学校，所以后来就是教育部有给阳明大学200个助教缺，还是100个助教缺，我好像是第九十几个啦，第九十几个，对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就去申请助教，基础助教，那个助教就叫社会医学科，那社会医学科的那时候的主要我刚刚跟你讲，就是因为我先前有两个这个学长都是立青社的社长，那他们都留校当这个社医科的助教，那我以为只要念个硕士就可以了，对，就可以混了，对，结果后来很不幸的就是我就去面试嘛，就是跟那个社医科 的我们的周碧瑟教授跟他问说我是不是可以留校当助教，他说没问题啊，他虽然他以前没见过我，对，那他说但是你有一个条件，他只有一个条件说要一定要去美国念博士。为什么一定要美国或国外啦或外国啦，对，就是博士不行，对，他就说在公卫领域你还是最好要去国外念个博士回来，可是去国外很贵你知道吗？对啊对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我又没有念公卫的原因，因为公卫去国外念很贵。也不是，主要是因为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那个社会学科的助教前面有六个，已经有六个了，好，那都念公卫，好，那他们都已经念回来了，就是有三个是念哈佛，一个念耶鲁，一个念约翰霍普金斯，好，另外在国内念，那我是第七个哦，那之前这六个。这五个，有四个是公费留，他们自己考上公费留学考试，教育部的，那另外一位是那时候有一个叫国科会，就是现在科技部，那国科会他每一年都会从大学学校里面或是政府单位去送人去国外留学，好，那所以另外那一位是用这个管道，到我的时候刚好教育部公费留学没有公位然后国科会的那个送的也没有，也停止这种就是送公费的这个出国留学这一块，所以我就必须要另寻管道了那时候我的就是前那个疾管署的疾管局局长，他做过两任疾管局的局长跟疾管署的署长。郭旭松教授，好，那后来也是阳明大学的校长，对对对，刚卸任。那个时候他是也是第一届的学长，也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学科的第一个助教，好，他去耶鲁去念的，好，他就跟我说，那你就要找一个不是公卫的来念。那路会不会差很大？对啊，就差很大，我一直都在念书啊。就从念哦。
对，我就重新念啊，我也不会写程式啊。那你现在会了吗？哦，我不是太厉害啦，但是我是统计啦，用统计的方式、哦、就是用那种统计的方式来弄。讨厌统计，我这辈子不做统计量化研究。所以后来就是他要我改一个新的领域、嗯哦、所以说哎、欸、医学资讯不错，因为在那个时候阳明大学跟龙总都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好，所以他就用这个名目帮我去跟那时候的校长叫张新石校长，好，他是个泌尿外科的很有名的医师，然后他就是阳明大学的校长，所以他就帮我找了两个基金会，一个叫沈立阳的基金会，一个叫周继勋的基金会，那帮我要了四年的奖学金。奖学金出去就是包括你四年的学费跟住宿。对啊，不过那个钱不是太多，对。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陈副他上礼拜来的时候，他讲是说他们公费的话，他一年才好像是400还是500，一个月才400还500美金，然后租房子就要多少的钱呢？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在美国，你说四年学费，可是你在美国六年呢、欸？没有没有，5年半五年半，对，五年半。那你在那边有打工吗？还是有？哎，没有。其实我也拿了全额奖学金。全额奖学金够你在那里住吃念书？他应该是说他给你部分的钱、嗯、他给你每他学杂费全免了、嗯、但是他每个月还是给你一部分的钱，这样你就 OK 够了。但是你还要住宿舍啊、嗯、那些钱就吃饭还是会不够啦、啊、然后我台湾也有贷款，对、嗯、所以这个所有通通都加起来就刚刚好、嗯所以你是只身自己过去的，不是有结婚带小孩子过去？欸，我太太跟小孩跟我在美国住了三年。哇，那然后又带回去一个多一个小孩回去，对。可你也没有打工，很厉害耶。没有，我刚刚说过了，他就是因为其实这种常春藤的学校、嗯、医学院、嗯、你如果直接录取博士班，他都有全额奖学金的，这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嗯，欸，我也是去了之后才知道。等于说你的生活状况不会这么的辛苦啦，对不对？对对对，因为他就是刚好有全额奖学金。对，哇，那你们这样等于是说都要举家过去念博士的，就等于说另外一半要放下所有的生活跟着你。对对对，他那时候在龙总的护理师，他也就先办离职，等于说去那边也照顾你跟小朋友嘛，对不对？哎，那纽约不错啦，我觉得纽约也是个养小孩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讲？哎，纽约你知道它有很多动物园，嗯，还有什么海洋馆、公园、嗯嗯、那都是非常棒的地方。所以应该那五年多是你这人生这一辈子最活泼的时候。也没有，我几乎都在念书啦。那但假日的时候会跟我太太跟小孩出去玩，嗯，但是大多数都是我太太带小孩出去玩。对，嗯，然后你们是在纽约的哪一块啊？就是我觉得哥大，它其实在我们主要的校园是在116街，但是我们不在医学院，在168街，所以它是比较上面、嗯、上层。对对对对对，所以是那边就比较多西班牙裔的地方。对，哦，那还算安全，还算不错啦。现在纽约其实都还蛮安全的。对，哦，那你上次跟我讲说你看到911、哦、那件事情，讲一下吧，讲一下是当时是什么状况。哦，2001年9月11号嘛、嗯、我记得那天我太太已经跟小孩已经在台湾了、嗯、所以那天早上我打个电话给他，我们两个都没有看电视，所以不知道状况、嗯嗯、然后那天我记得是9点，我要跟我们老师见面 meeting, 要 meeting、嗯、对，我从宿舍走过去其实不远啊，就5分钟而已，然后走我刚光从我的宿舍下电梯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学生就是很匆匆忙忙跑进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有学生会用跑的跑进这个电梯这样子、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然后我就很悠哉的就走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系里面的办公室、嗯嗯、然后还发现所有人都在听那个收音机，收音机、嗯、对，因为他们也没有，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没有那么，不是，应该是说我们的系上电视也不是说每个教授办公室就有电视、嗯、那收音机是一定会有，所以他们就每个人都在听收音机，那每个人都在打电话、嗯哦、
对，刚刚那个电梯就是一边打电话一边冲进电梯，嗯，好，就很冲嘛。那等我上去了之后，就找我老板，我老板也正在听收音机。我就问说发生什么事，他说你不知道吗？你知道那个有一台飞机撞了这个双子星大楼吗？然后我就说那今天还要开，今天不开会了。今天那个全纽约就休就是不上课一天，对，嗯，所以我就回去了。那天就整天的报道，就是又一台飞机又撞上去了。好，所以我们从我们的大楼就是往南边看，就可以看到那个在冒烟啊。你那边也看得到，对，还可以看得到，对的，隔了160-170条街还是可以看得到。你有拍照起来吗？没有啦，那个因为太远，那照相机也没办法弄。但是那个照就是电视荧幕的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可是你也是在边缘，你那个时候后来有想说要到过去看看，或者说没有遇到跑回来的同学吗？或是本来在那边附近有经历过的吗？哦，没有没有，因为我在那边，应该是说我有。当然是我刚刚讲那个郭旭松教授他的弟弟在纽约下城，嗯，不过他在比较靠近 Chinatown 那个地方，对，他那边应该会深受其害，那边会比较严重一点。对，你没有那时候联系吗？联系你在美国的朋友说，你们都还好吗？就是本来我一个同学那天要来找我的，然后就叫他不要来了，他要从别的州坐飞机来，说，现在飞机都太危险，没有没有，应该说那时候他们那几天所有的飞机就不能飞，就是怕再有飞机再去撞，所以你们这样子只停课一天吗？我不知道，我已经忘了，但是就是说那个冲击，就每天新闻报道就是在报道那个双子星，然后最后就垮掉了，然后后来又几天就开始发生那个炭疽，有人把炭疽装到信封里面去，然后就寄到有一些名人家里，所以后来又有一个生物恐怖的事件，所以后来我们的公共卫生就开始专门针对这边如何去应变这种所谓这种生物恐怖事件，所以如何用资讯的方式去做。所以后来我本来其实比较钻研的是临床，就医院的那种资讯系统，就是说有什么病就病例，就是医院的电子病例啦，还有你怎么在医院里面去做资料库这些。但后来等到后来刚刚讲的炭疽病的部分，他就说就变成说你如何在以公共卫生，以比如说疾管署或是我台北市的卫生局，怎么如何去从这些各个医院去抓这些资料来看说目前有多少这样的病人。所以其实那个911事件对你来讲，其实你反而是学到一个在公卫领域里面危机处理的一个能力，对不对？就说我未来如何用资讯系统来解决这些公共卫生的需求。所以后来我们2002年年底的时候，在纽约就举办了第一次的什么公共卫生资讯系统，就是针对这种危机发生，你的公共卫生资讯系统要怎么去侦测。好，所以我后来就因为我那时候刚写完论文没事，我就跟我的指导教授说，有没有借我50块钱，不是 sponsor 我50块钱，我去参加这个会，我把这资料带回来，我也去学习。他说很好，他就给我了50块钱美金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学的后来有回来台湾用哦？有啊，后来就回到台湾用。所以你应该算是歪打正着，对不对？对，我回来就看2003年 SARS 啊，所以那套系统就用上了。对，后来我们就帮忙去做这个系统。对，哇，所以等于说其实你应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刚好是一个时机点学到的东西，你回来现在可以再用。对，刚好就运用了。刚好后来因为 SARS 的发生，那也发现说国内的资讯系统也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去做这些分析跟统计，所以说为什么我后来会被抓到疾管署的原因。对，那本来不然在哪里？不然我应该在学校啊。可是你被抓去疾管署已经很久了吧？对啊，我是2005年二月的时候，所以就是差，就是有一些时序上的关系。哦，就是说你一回来，大家想说，哇，我们资讯系统就是要那个筹建，所以刚好有这个人可以，对，马上就被抓进去啊，就再也没有出来的。对，这一次完了以后，会不会还会再想去？应该在资讯系统上面，这应该还会有更新的东西吧？有吗？
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其实刚好我2005年进去之后到2009年我们把我们的资讯系统就是做了一些改变啦，就让它能够自动化，能够自动呈现说目前的疫情的状态，以前都还要有人去下载这些资料，然后再用 Excel 跟 SARS 去分析。对对对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后来就是用了这个所谓的仓储系统，就是把这个资料从这个原来你如果一直存在这个资料库里面，这个系统里面，那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分析啦，所以它一定要有当资料进来之后，它还要备份到另外一个资讯系统，然后就等于那个叫做一个仓储，就这边是及时在动，这边比较不动了，但是它累积很多过去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去分析这个资料。所以我们后来就建了这个系统之后，然后2009年的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对，但是后来到这一次又不一样的部分，对，因为这次规模又更大，又变成是我们以前只是靠我们机关署的系统，现在不是，现在是跨部门的。好，所以我们现在是把从2020年这次我就没有办法，比较没有办法帮上什么忙，主要都是因为我们后来成立了一个资讯组，那资讯组就从我们行政院的资安处的处长他担任，好，他就做跨部会的整合资料。好，所以就变成说从这个你想想看，从我们这个人从境外进来，我们就需要他填一些相关的资料，对不对？然后手机啦还有这些资料，然后最后进到我们的系统里面，然后我们会他如果进到这个我们的旅馆的时候，那就要居家检疫嘛，那这14天我们会有一个里长，如果李干事先知道这个资料的话，他每天会跟他问候，还会送他防疫包，然后我们会利用这个电话号码每天会传一个双向的简讯，所以他事实上他的整个资讯系统已经远超过，他是互动式的，不是像你们那边一个备份嘛，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只是专注在系统资料的收集，那他这边事实上把这个整个流程还有立体化的流程，他需要的所有的资料通把它汇整起来。对，这是一个医疗科技的资讯的一个更新的一层，就再念一个博士吧。没有没有，我们事实上因为这个分工太细了啦，所以就变成说我就变成一个业务单位，那必须要跟这个资讯方面请他们能够再提供我们更多的协助啦。哦，等于说你现在不是像以前一样分析的工作了，对对对对，现在变成业务单位，心里面会觉得很委屈。不会不会，没关系，因为光这样事情就很多了。对，做协调做整合也不容易，但是就说我们会比较清楚他们需要什么，那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是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对，如果这一次这个应该是后面才问，但如果这次结束之后，你因为像之前你讲到 SARS 之后才觉得我们台湾的防疫的那个系统建得不够全，如果这一次结束之后，你会觉得你会想不想改进或者说加强我们台湾的什么系统？我要告诉你，事实上台湾的就是疫情的资讯系统比其他国家都不会输太多了，说实在的。那目前其实需要的一些主要是如何去整合啦，像类似像刚讲的就是各部会的资料的整合。好，那这个部分，那尤其是我们现在有电子围篱，这个以前想都想不到的。好，那这次是为了这个侦测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跑出家门口，所以做这个电子围篱。那这个也不是我们先前练医学资讯或公共卫生资讯做出来的东西。对，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很多很多这个不同的领域的人一起，然后才会想到这些东西。对对对，他只要疫情一怎么样，他马上就会被你们征收。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科技一直在进步，然后公卫也必须跟着走嘛。是是是。那像唐凤系统他现在帮我们做了两个嘛，一个是那个口罩。那我觉得是相当不错，就是让他也结合了我们健保的快医通的东西，然后还有甚至跟这个超商啊药局这边都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工程相当大，而且他能够都做得起来。那这一次我们的那个
疫苗的预约系统也是他这边做、其实 我自己都还没用过，对，但是对，这一句要不要剪掉？自己没有用过，对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没有预约，我没有去预约，还有是说去，他事实上后面要说每个县市都要做很多的设定啦，哈，那这个部分都不是以前我们的系统做的，他都能够这样做在，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这件事情。对，就所以你会不会想，就是说我们这个结束之后，你会不会觉得你要来做一个什么加强版的什么，或者是说在哪一块上面有没有块必须要去补一下？比如说在卫生公共卫生资讯传递这部分，也许在邻里之间，或是说让大家对公卫的知识就更能够深入，你会不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想法？一定都还有可以精进的地方嘛。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如果没有办法做得非常好的话，那未来当然还是可以再精进咯。有在讲官话我是说你自己的那从公卫的角度看起来好吧你果然是大家都说你是据点王，是那个当之无愧那可是同学私下说你是暖男哦，去年同学会还会带小礼物给大家，你去年带了什么小礼物给大家？应该是水果啦，就我太因为通常都是我嘴巴动一动，我太太就会帮我找啦，对啊他后来就是去买了忘了是什么。今年有同学会了吗？还没。今年没有，今年还没有。今年还没，就很闷吗？这样子。去年是让他们是为了那个，因为我当选我们阳明大学校友会的理事长啦，所以他们帮我庆祝一下。对。你这么忙，有时间当理事长吗？说得好，所以因为疫情期间啦，当然就是很多都没有办法举办。对。那所以我们也在想如何。在什么样方式去转，因为你没办法超过那个每80个人的室内的一个人数啦，所以其实我才会说啊既然反正这种东西它如果已经研发了，你研发出来之后未来不管用不用或是遇到相关的事情它还是可以用嘛，应该是要有那种就是我们能够在线上，我在美国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因为你要说大家碰在一起，校友他可能有时候出国，他有时候干嘛，因为尤其像公卫这个领域嘛，是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天涯若比邻的全部聚在一起。不过因为内政部有规定，他说如果你用视讯开会的话就不能选举就是规定是这样子，对，所以变成说现在很多人他们可能为了符合这样规定，所以他们有一个比如说我有一个100人的聚会哈，那你要怎么决定？那你就要找到一个饭店，那饭店每一厅都不能超过80人嘛，所以就把它 分成一半一半，然后你选举还是可以选举，所以两边一起视讯 OK， 但是你投票就在一个地方投票就好了。哇，这样搞得好好，我感觉这个东西好像还可以再进化一点就是我们也许可以发展数位投票系统，我也不知道这个。他可能怕会有人会觉得有人作票啦，或怎么样作弊，对，舞弊的一个，所以他会规范的很严格。我是不知道还有这样子的一个额外的一个那个，但你同学说你很幽默风趣嘛，然后现在的职务让你变得比较不好跟人交流，那你想跟同学聚聚想说说话的时候怎么办，或是说你受了气很闷的时候怎么办？其实我们有那一个群组啦，那你敢在上面讲话吗？如果私下的话可以，不是啊，你可以找几个比较熟的人就私下那样，就你就可以抱怨，你就可以说圈圈叉叉刚刚的记者问什么我好生气，也没有啦，应该都不会这样子啦大概就是需要找人聊天的话我刚刚说过我们几个同学会固定的一年聚个三次左右，对，就是聊聊一些就是生活上的那个，对对对对对。那你会跟同学聊什么话题？会像现在这样子开始就是讲那个什么系统的吗？哦，不会不会，通常都是聊一些很八卦的事情啊。你会聊什么八卦？你最近注意什么八卦？不能随便乱讲。对，没有，通常讲的有时候是我们同学自己的八卦啦。嘿，这种同学八卦讲的比较不伤大家。对，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开玩笑而已。密集在荧幕前的曝光让你辨识度变高。像我在
我家附近就常被人家认出来，但是比较有一个比较有就是比较惊奇的例子是、嗯、有一次我去要去一个牙科去看牙齿、嗯、然后我就坐捷运到就在捷运站旁边，然后想说已经快到了，那就到那个牙科的门口了，突然听到有人叫庄富，我想会叫庄富在那一定是认识的人，我就抬头起来看，不认识的三个女生，然后他们就说、欸、可不可以照相，所以就跟他们三个一起照相。因为是三个女生的关系吗？没有啊，就一般人我也是跟他照相啊。对啊对啊，应该不止一次被认出来吧、欸、我觉得那次比较特殊啦，那我家附近就走在路上，然后就会有人就会跟他打招呼，但是我从来我也不认识他们，对。但是就变成这样，比如说有一天早上心情很不好，然后你走出来，大家跟你说：“哎、欸，我要跟你合照，可以吗？”但我其实都会跟他们合照，对，真的、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就是其实你的情绪不会影响到周边的人，不会是。疫情结束以后，你会最想，比如说假设这个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你会想做什么？我想希望回到原来的生活啊，比如说我固定还可以再去打球啦、嗯、然后事实上以前我常跟我太太跟小孩就是会想办法把那国旅卡刷掉，所以就会到处去玩。你会是在国内玩还是国外玩？国内有玩，都在每一年都在国内啊，因为我太太也要刷，我也要刷，所以一年总会可以玩至少两次，对。然后那个国外也有啊，就是有一次就是去日本，嘿，对。其实你很少出国哎、欸，出国大部分都是公事出国，而且都自己一个人去。你会帮老婆拍照吗？拍美美的照片？通常都是我老婆在拍照。那你是就是前夫了，大家人家安排好了你去玩这样。对对对对对，大部分是这样。你比较扮演这样的角色。对对对对对，或是现在小孩子大了也可以让他们自己安排、啊、小朋友现在是多大了？哦，我有一个小孩已经研究所毕业了、哦、还有一个女儿念大要升大三，应该是大三了，对。所以其实现在都比较不用你烦恼啦，不用像我们现在这样子还要回去顾着他们喂饭吃什么的。哦，没有没有，我们小孩已经很大了。所以其实你忙起来你比较没有牵挂这么多。对对对 对, 對，晚上十点多回来都没有问题。嗯，好，那我想问一问哦、喔、你有录过 Podcast 吗？没有耶、欸、这第一次耶、欸、紧张吗？哎、欸、还好，不会太紧张啦，对对。比记者会轻松了，但是你还是据点啊、哦、我以为你可以就是讲很多讲故事、哦、有没有讲讲那个你比较特别的一些体验经验啊、嗯、那这样你们如果你是你的话你会想听什么样的 podcast？ 我觉得像 podcast 目前好像很多种类啊，对啊，什么股票啦、啊、连疫情都有哦、有那什么林氏璧医师，对对对对对对，他叽呱叽呱讲，所以我可能不一定听得听得懂，可是我就听一听啊、哦，他讲一讲，这样我就不用听新闻了，因为新闻可能因为他会去 comment 那个新闻啦。对，因为我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听一个趋势，我也不是在乎说这么多每天怎么样，我就大概了解一个趋势，然后我们不需要去追那个太多的细节，对我自己来讲没有帮助，但我就了解一个趋势，然后国外怎么样，我会想听听国外怎么样，大家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嗯、我这样看的比较广嘛。那所以他的东西有时候我也会听一听嘛。那也有很多比如说像娱乐的啊、嗯、有八卦的啊，然后也有讲书的啊，然后也有讲电影的啊，然后也有甚至还有讲那个社会案现场的啊、欸、那个Podcast 跟 YouTube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两个就几乎都很像，只是一个是声音，一个是有影像的辅助。我们 Podcast 不会有，就比如说一个东西让你听了以后跳去别的地方哦， oh. 就是这个是唐凤上个礼拜讲的，我先学先嘛。了解了解，没有，他就是说，他说因为这个是一个等于说我们有点像背景音乐 ，Podcast 有点像背景音乐。比如说你今天在办公室里面，有的人他不喜欢就是那個、他需要一点白噪音嘛，他需要一点点。Oh.声音，或者说，我事实上 ，Podcast 只会在开车的时候听，就像广播，我只会在就是开车的时候听。可是他可以不用，就是说你担心说我现在听过了它，对啊对，就是不会。然后你它可以没有电、没有那个网络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哦，对。然后听嘛，因为断的时候，你可以再听回去，这样子等于说它是一个等于说
有点像音乐，你把它当成是 MP3 这样子背景的东西。对对对，它如果它不会是一个太重的东西，太重让你觉得我好像要念书啊，就是。但是有常常会听过去就过去了，对，不太容易有一些比较深的。但是你会希望听的东西有比较深的东西留下来。对，希望。希望。对，我会再听你的。那如果你会愿意为了就是传播卫教知识，或是那个愿意那个来做一个 podcast 这样子吗？假设今天有很多人就是在这边到处讲得到已经就是满城风雨了，你会愿意就是为了匡正一些，或者说为了给予正确的知识，然后这样子来讲吗？这如果必要当然是要啊，对啊，如果需要的话，那因为这跟我们记者会还有我好像以前有录过广播啦，但广播就跟这个又不太一样，广播是要很字正腔圆而且看着稿念，不能够很，也没有耶、欸、他像那时候是有个中广、欸、我后来好像也是自己跑出来、嗯、然后他就不知道是我们有给钱还是他来弄的，就是我他也是会设定一些问题啦，然后也是 会用类似这样回答了、嗯、回答了，只是他可能就没有画面，因为现在很多应该是说大家因为网络时代久了嘛，然后现在数位时代大家获得资讯的管道变多，他们不会想要，可能也许很多人不会想要说那种一来 一往，我问问题你回答，或是我宣导这个这样，然后一二三四，他们可能会倾向于用一个轻松的方式哦，聊天的方式比较像聊天，对对 对, 对, 对，或者说哎、欸，你讲一讲故事，然后我听一听，哦，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原来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它会造成就是他们可能会倾向要这样、嗯、那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这样子、嗯、那可是你就给我句点，你今天到底讲了什么故事？我的故事都不精彩，没办法。好，那如果给你许愿，你会最想看哪个名人被访问？名人被访问啊，对、嗯、因为我现在只能先找名人嘛，大家认识嘛，你会想看哪一个名人被访问、嗯、可能要想一下哪一类的啊，可不可以给个哎，要这个你要去你比较想看他就是聊天，你比较想知道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没有分领域之分的、嗯、你不要跟我说你同学之类的，郭旭松、哦、没有那不是我同学，那个学长，那个是老师。老师，他是你老师，辈分那么高。哦，对，他是老师，对，他是老师。嗯、对对对，有没有会想你？有没有比较会想看看？嗯、你觉得他平常好像不太一样哎。那我们讲公卫界好，你会想看谁聊天？你就会想看谁来讲讲他的故事。张宏仁不是故事不一定蛮多的啦，他一定蛮会来的。嗯、对对。你把他推坑他嘛，对不对？因为你讲不能。那他如果要来，你要来当我的那个小鸟，就是叽叽喳喳讲一个几个故事，讲人家的故事你就行，讲自己的故事不行，不行，对。好啦，那谢谢我看我已经据点到底了，那我们知道。谢谢庄仁祥副署长来跟我们分享什么？就是我过去其实不是很成功的经验啦、啊，不是什么东西很成功。没有啦，我应该说，在过去事实上，求学经验很比较奇特一点啦，就是一直在念书。还有我事实上到机关署，我也其实什么都不懂，因为你知道我也不懂防疫啊。所以我以前的那些背景，所以也都是要学习。对，那你现在就是你这中间花了几年和适应？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去学习，因为我们也不会人来教我啊，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是就自己决定，因为我那时候还兼阳明大学副教授，好，所以我就去开了一门叫传染病流行病学，我就逼我自己去念完书之后去教别人这样子。你的方式好迂回哦！没有，就是要念书啊，你一定要逼自己去学习。对，然后后来因为，所以我是从完全不懂防疫到目前这样子，所以因为你看我是等做资讯的，所以变成说我必须要了解所有的业务，那才有办法去分析那个资料。对，所以你什么资料都可以分析吗？只要那个业务的状况你了解，就对啊，就是变成说我们必须要去抓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些业务有什么是需要去做分析的。媒体你可不可以分析？
媒体我就不懂了，就是还是要学习啦，就是不懂领域我们还是要去学习、嗯、那你再学习一下再跟我们分析念书你最会吗？你现在跟我讲说念书你最会，然后那个所有东西都可以就是这样去学起来分析的嘛，那哪一天帮我们那个好没问题分析一下。那谢谢庄副署长，谢谢，那希望疫情能够早日结束，虽然可能完全回不到过去，但是我们要保持信心，找到方式跟病毒共处，然后未来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嘛。那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要记得在你爱用的 Podcast 平台订阅或追踪中央社好趴，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记得给我们五星评价或多多留言与我们互动。想知道更多相关讯息，请追踪中央社新闻粉丝团或下载中央社一手新闻 APP。 我们下次的空中小客厅见咯。好，拜拜，拜拜。这句话你讲的最开心的好，谢谢。既然麦克风会掉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